最近我的顾客订的蛋糕基本上都是奥利奥的，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个不一样的戚风蛋糕胚。这次入的一次性手套非常好用，你们没想到吧，原来奥利奥也是可以做戚风蛋糕胚的，做出来非常的柔软蓬松，完全可以做出来给小朋友当早餐。前面的做法跟原味的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前期的视频。戚风的话你们一定要学会，因为是基础，基本上会了其他甜品也难不倒你们。糖的话新手建议分三次加入，打发到这种直立的小尖角。